各位观众，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，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观看这场比赛。正如各位所见，体育场里热闹非凡，无论您是哪一边的死忠球迷，无疑都会见证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。 看台上喧嚣异常，各式衣着和旗帜织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海洋。即使是最冷静的球迷，也会被这个景象所触动啊，变得激情四射。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圣西罗球场一直都是 AC 米兰的坚实堡垒，见证了这家俱乐部的光辉历史。双方的比赛已经打响，这样的尝试，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。 球被截了下来，好机会！这是一个边线球。 至少想法很好，稍微减轻了愧疚感。他的意图完全被对方防守球员识破了。身体优势，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。塔卡，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。塔卡从中路突破。 解围到了安全地带，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！他不是冲球去的，完全是冲人啊！犯规，伊杰卡尔德。 帕特里克·维埃拉几次精彩的护传，把球带到了前场，将球传到边路，贝克汉姆传中，抢得头球，很出色的抢到了第一点，但是没能破门。哇，他们几乎是倾巢而出啊！禁区内已经聚集了多名球员，每个人都处于攻击模式。罗纳尔迪尼奥将球转移到了侧翼。 大卫·贝克汉姆将球调到禁区内，哎，这横传球没传好，真是可惜。弹球力度太大了。安德烈·皮尔洛、姆巴佩、古利特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，选择边路。如果路线再合理一点就好了，大脚向前传。 球传向了侧翼，但是这脚传球不太理想。罗纳尔迪尼奥，绝不想输给对手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塔卡，泰奥埃尔南德斯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他在防守端充满自信，像一堵墙一样。帕维尔内德维德，脚下动作很快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果断解围化解险情。 伊杰卡尔德，这下阻挡阻止了他的前进。贝克汉姆传中，最后一道防线了，有惊无险。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内德维德，萨拉赫，这是一次重要的拦截。塔卡，球来到了左侧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！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！ 大卫·贝克汉姆，他们夺回球权，重新组织进攻。
球在皮尔洛脚下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转移到无人地带。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伊杰卡尔德，布利特，将球传到边路，罗纳尔迪尼奥，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啊！布利特，向外找到侧翼。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出色的防守。现在禁区里的海拔一下子提升了不少。这下化解了险情，选择回传，贝克汉姆传中，这下来势汹汹。Ci sarà un minuto di recupero。伊杰卡尔德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大卫贝克汉姆。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！目前为止，场上的形势印证了那句老话：这种级别的比赛，每一场都很困难。双方没能在上半场比赛打破僵局，不过场面并不枯燥，节奏也不慢，踢得可以说是非常精彩。Signore e signori。Unitevi a me nell'augurare al nostro ragazzo un buon compleanno。接下来，双方要开始下半场45分钟的较量。前45分钟的赛况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。尽管双方都很努力，但临门一脚总是差一点，这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，改变比赛的态势。往前传，布利特发起反击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卡卡，姆巴佩，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迅速向前场推进。罗纳尔迪尼奥，球在贝克汉姆脚下，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，这是一记过顶球。对于前锋球员，现在这种形势真的让人十分头疼，根本得不到机会，传球质量有待提高。分到右侧，罗纳尔迪尼奥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罗纳尔迪尼奥，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替补球员已经站在场边，主教练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。回来了。
保罗马尔蒂尼轻松识破了对方的意图，这脚传球并不算太离谱，差一点就有收获了，想法并不是不好。转向边路，但是这个球很难接到。阿德快攻，卡卡，出脚很及时。漂亮的解围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梅西，卡卡直接与对手过，卡卡，彼得舒梅切尔精彩的扑救，这才是精彩的扑救。卡卡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，是门将太神勇。法比奥卡纳瓦罗无疑是传球的目标，可以想象双方都会奋力争抢球权。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漂亮的盘带，看这轮攻势如何呢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又出界了，界外球。莱昂内尔梅西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。梅西伸出一脚将球断下，法比奥卡纳瓦罗这个动作送给了对方一个任意球。回来了，传到边路走廊，大卫贝克汉姆处在空旷的地带准备接球，他将球清了出来，毫无疑问这个传球还不够合理。穿过了防线，他扫了一眼中路，漂亮的解围，危难之中方显身手。现在势均力敌，控球率是关键，可不能总是丢掉球权呢。现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莱昂内尔梅西就在因扎吉脚下，卡卡，是时候展示脚法了，卡卡，卡卡秀了秀华丽的脚法，可惜最后一脚没把握好。不过射门之前的表现值得嘉奖，我相信球迷也会认可他的。我们将迎来第一波的换人调整，克劳德马克莱莱将会登场，这名球员无需多做介绍。看到他开场之后坐在替补席上，我颇为吃惊，不过看到他替补登场还是能够让人兴奋。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，内德维德球出了边线，
马克莱莱，几个人之间的短传配合。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，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。西多夫，卡卡，难道这就是今天的大结局了吗？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有球员能够站出来打破僵局。AC 米兰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 AC 米兰取得领先，现在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，最后时刻肯定会有一番狂轰乱炸，在剩余的时间里比分仍有可能被改写。漂亮的直塞球，他前面空了，安全起见将球解围出去。哎呀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啊。有机会打反击，台上显示补时三分钟，精湛的控球技术，比赛结束。精彩的比赛，双方都有可能取胜，比分差距很小，只有一球，不过已经足以分出胜负了。菲利普·因扎吉荣膺为本场最佳，鉴于他今天的表现可谓是实至名归。这是充满戏剧性的一场比赛，胜负直到最后一刻才分晓。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以归因于他们坚定的态度和取胜的决心，这个结果是球队用努力拼搏换来的。可能有人曾经质疑他在比赛最后阶段不应该冒险进攻，但其实就应该这么做，我认为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。在直播的最后，我们还是要感谢蔡慧强，没坐高铁也没坐飞机，从上海跑步过来和我一起解说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